火速也不到位哈、啊，上火怎么着的？出生的人，这是特殊，真牛啊！啊，看大家本子呢。打了几个？打仨几个？买个蛋糕，哎呀，一会儿你再看啊。道上都开业了，我说看我老婆让我姐饿的这么瘦，蛋糕再不给整。饭店也开业了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嗯，别的开了。啊，我预备的筷子怎么样？你见小明自己瞅瞅。你说你不够意思。妇女队队长刺老牙，啥？那年写的。私房钱。过亿，哎呀妈呀！一家之主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我给你设计的老婆咋样？我是排的第，这小明明设计错了，说我是排的第几个？一家之主，你不是一家之主，这是你的心愿，写上了。我想当一家之主，现在当不了。当不了，这老公心愿都写上了。我寻思他是过亿呀。哎呀，好，你看带上。啥时候想花个钱儿，你找你老吴。嗯，过亿了啊！广告。哎，真帅。嗯，吃饭。来，这么大啊！过亿，谢谢小明啊！谢谢啊！生日快乐！恭喜你啊！啊，过亿，小明自己俩都成这个。我得谢谢小明啊！这家伙整个过亿。我姑父这家庭地位，你俩必须给捧起来啊！这人都过亿了，还能说在家排老五？不排老五了，排老大。那小妹老大，一家之主。对。这疫情之下整的都比较简单。行，挺好。这个，这沙耳朵你老姑父采的。嗯。嘎吱嘎吱的。我以为是那个自己家养的呢。没有，野生的好东西。真种了，我给你买台车十万。小明儿许诺你中一个亿，你就给人买十万块钱的车。你这老胡子真挺那个，私房钱能攒的那个。来，我要是抽奖抽的，买彩票彩的，买的一个亿，那我给他买100万的车。那你剩那9000来万，你准备干啥呀？9000来万，我还得再捐献点。嗯。这孩子上不起学的那样的，家里困难那样的，我就给他捐献。老头儿。小唐，你给我那100万啊，赵总不要了，你给垃圾滚。爸，你多喝点，喝了一会儿说不定能做梦啊。你这一个亿，你这一个亿只有两种途径能实现：做梦，白日做梦。对，没了。没有理想，远大的理想是不行的。对对对。远大的理想就是私房钱攒过一个亿。你不是要买个途观吗？啊，周老不是梦想要实现了，那能给你买20个组个车队。我开一辆，后面9辆跟着跑呗。对呀、啊，完了雇9个司机。我是为了上山跑山，踩个溜冰。你都过亿了，你还跑山？照跑。嗯，那也跑。可是回去我先挑挑100万的车都有啥款。啊，行，挑一个我想买的。你先瞅一下，先瞅一下，过来眼睛，然后那什么，等我彩票，我买个彩票中奖之后。这眼睛睁开了还是闭着呢？老公，你闭着眼睛说，要不然网友在寻思你这。不是明明，这啥话？啥话？酒话。酒话你信吗？我信了，我不管了，有视频为证。梦想成真，梦想。对呀，这是房价100万。小明明，100万的车，店小刀200万，是吧？啊，大卤蛋说的，我在外面点辣椒啊，那我真不行了。你看我自从那个嘱咐啊，就是今天传给你交给你之后哈、啊，我现在轮到我了，我真不行了。嗯，二舅给他100万，在外面不怕，是吧？不能交哈、啊。小明啊，不能交呀！你看，大卤蛋交给你儿、你姑父这样似的，结果他比你比我还惨，比我二舅还惨。你说这啊，买了彩票中了大奖，然后给你100万，一家之主。嗯，打火机呢，老爹，点呢，许愿啊，一会儿要许愿啊。查查我过亿，对你许愿。哎，哎呀妈，那你吓我一跳，慢点啊。吹灭。啊，刺老牙过亿，刺老牙过亿。哎，靠谱，乐死我。刺老牙过亿。你
我老公是那个祭祀组的。你知道许许的啥愿吗？啥愿呢？许了几个呀？这一个。过亿。我都知道。没。我给你接这个，我得给许的。下点证赶快下来。没有，那个我都不在乎。那啥呀？我的啊，你们猜。我老公能猜到哈。你猜。不，我不说。这过亿。你说一下看对不对？这过亿你这块吃了哈。嗯，你猜我许啥愿？你不能找个好婚的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你们回回都这样，哎呦我天！你看咋样？你们无论是过年还是啥的，逢年过节都是这个愿，就没有别的了。现在已经是。那姑娘过好了，你爹妈就过好了。你看，我现在过得不好吗？过得好是好啊。我老不一劲儿啊，咋样？我是许的愿，哎，你咋知道的？这还用他咋知道的吗？他还有心灵感应。对，